看一下。看你这张照片，不知道在秋山小。他小。看你，你秋山小，秋山小那个学校毕业的。哼，那小。啊，整张照片看起来，我因为你之前都放其他照片了，然后我刚才突然间要回来，然后看到你的照片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干你啊，这个人怎样？很像那种，很像那种，就是那种诈骗集团高富帅。”靠背。旁边可以配一个啊，想赚钱吗？我教你。这种感觉啊，斜杆，哎、欸、干，我顺便可以玩个三分射手。哎呦，阿尼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那我正好我就带那个哦，青田那个，哦，光光，早知道我就选潮起，早知道给他先选，那我带三分好了。然后我可以带那个总统，让他帮我抢。多点欢呼，希望之光。三井三分，多点欢呼，手感提升，希望之光，希望之光光。啊、守好你的，这场会带三分啊。外线啊，啊！永不言弃，手腕小心背后。看你要去的地，你敢带三分？你先尬啦，还是哦，我板，我没有板，不用怕。Don't worry about it. 我先擦一下我的萤幕，先板在我。Don't worry about it. 我最近一样没什么在练板。等一下，如果真的，我一场藤真大招开两次。如果今天板真的太菜的话，我等下就下午就来狂练板。哦，我干，怎么抢到？吓到我了！还有弄你，天天惊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有弄你啊！来帮我挡一个啊！干，早知道我就直接到三分去了。我守猴子啊，我守猴子外线，内线交给你们啊。他们这个阵容很难进攻的、啊。啊，瑞斯，哇哇！他跳慢。巨锤瑞斯。没进啊。欸、他没跳，可惜，没进、哦。先累积一点能量，进了。哼，鱼柱跳快了，这鱼柱怎么跳那么快？猴子直接飞出去啊，往后跳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哎、欸，不会进，不会进，不用怕，我卡住鱼柱，我卡住鱼柱。咻、欸、吧，碎啦，按那就好球啊啦，按那就好球啊啦。哦，我跳了多少嘛？为什么？压到吧！哎、欸，干你被撞开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你直接躺在地上凉凉。没进哦，那我觉得下一颗会进。碎呀、啊，抢得棒！哎、欸，没进，干烂三分球！我他妈！哎、啊、哎、欸欸啊！这个烂补扣啊！这个烂补扣！小心哦！二段！哎、欸！干那个烂补扣！哎、欸，被盖下去了！我捡不起来，敢怎么会这样？但我确定我是带三分藤真没错啊，我是三分藤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又跳了？敢他妈要我一个藤真去盖猴子啊！可怕的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啊，还没吸到啊！干，我的脑塞喽，不妙喽！敢藤真真是我见过最烂的三分射手。藤真的三分准度都觉得他妈跟中锋一样，哎、欸，他跳了，水哦，哎、欸，他一定会进，他一定要灌，他一定要灌，哦哦哦，水哦，十八秒尾力，又拯救了藤真一次啊，他一定会跳我，进啦，终于进啦，哎呀，进啦，兄弟，你在想什么？绿光在哪里？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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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超快哟、哦！跑，你看到、哦？哦哟，呼呼，来呀、啊、来、啊、来追我来追我，呼呼！还要投两分。你有看我从妈右底线跑到左底线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你是怕被内藤追上，然后直接尬两分是不是？我狙击猴之后，敢没抄到？阿瑞斯巨锤！快点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都让我来盖。
哎，干靠呗，看能不能传，快点啊！啊，干被他抓到，被他嘎住 bench， 我的预判啊，干又被他嘎住 bench 了，啊，还没逃出啊，算了，还没急救，不要怕不要怕，我们盖他啊，我们盖他，我们抄到球了，我们抄他，我们直接三分球，抄球。我直接撤了啊！啊！我在跑，我在跑，我在跑，上去了啊！我又跑，我又跑了，我又跑了。对呀，我在盖那个狂轰猛盖。啊！我又抓到了！啊！我又被抽到了！啊！他大招开起来了！啊！他盖到了！哎，干，可惜。你想要半路拦截他？对啊。我这猴子吗？很爱自己。哎，靠北，你该给我那个。赤木那个极度还没出来，我再也不要玩三分藤真的。哦，他懂盖了，他了再也不要玩三分藤真的。我们赤木复活了，哎呦！干，我再也不要玩三分藤真了。你再也不要玩三分藤真了。那比那个、啊、一般的藤真还要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吃，那比一般藤真，比那火锅城藤真，妈还要烂。干你不是保两颗保底两颗三分吗？连两颗我都带三分的，居然三分他妈还这么不准！干，居然两颗还没有，我补破了，来吧！我就一直要抓我，啊，被盖啊！三分出得去，哦 ，Oh my Oh god！ Oh my Oh my god！ 金刚连线啊！你没进的，我帮你扣。我再也不要玩三分藤真了，超烂，还不如两分两分慢慢打，还可以盖人，还可以盖人，的确对，没错、啊，还可以盖人。看猴子已经站在后面等我，快点啊，赤木，帮我大卫 ，Oh my Oh my Uga， 干这场真的是还好，赤木也是很凯瑞，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输掉了。后面有那个、啊。赤木后面有那个有复活，他一开始盖不到，后面复活。啊！这场真的是被 carry 到 ，carry way， 必须的，坦克 carry 啊，你敢信？扒火锅杀小人，但扒了谁啊？你看我谁都扒、啊，一开始我谁都扒、啊，但全部人都我扒也不知道。扒，好扯。